在我面前，这里有一封预言，里面只有写了一个唯一的答案。下面呢，我这里有 A、B、C 三种球，我分别将它装进我的摇奖箱里面，看哪个数字比较幸运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 A 球的话，第一个是 A， 大家看一下，好，来分别的把它放进去。好 ，A， 第二个 A， 两个 A， 好，这里是第四个。好，这里有六个，好 C， 我们看一下，一个 C， 两个，三个 C， 四个 C， 五个 C， 六个 C， 好，看见，看见，我们开始摇动幸运摇奖。手上没有任何的不寻常地方，哦，是 C， 看到没有？那么还记得最开始我说过这里有封预言吗？唯一的只有一个，一张纸，我们看一下，一张写了数字的纸，是多少？是 C， 和答案一模一样。哈喽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非常日常生活化的一个表演。我相信大家都有买过彩票的一个经历，对吧？大家都希望能够把彩票的号码提前的预知，或者是提前的知道它的结果啊。很多博士也尝试了很多，那么下面我也今天也尝试一下提前的预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在我面前，我这里有一个预言，下面这里就是我预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我放在这里不会有任何人去碰到它。好，下面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这面前有一台非常普通的一个摇奖箱，就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一个摇奖箱是一样的啊，没有任何不寻常地方啊，可以随便检查。然后下面呢，我这里有一些乒乓球，乒乓球里面我这里有零到九的数字，十个数字里面分别对哪个数字啊？零啊，看一下七，好八。五，零到九，每个数字都有。下面我把它放到我的摇奖箱里面。好，把盖子盖住。好，已经放完了。好，下面呢，我开始摇动起来，看一下幸运数字，第一个数字是多少。出来一个，看一下。好，既然我现在为了防止说摩尔斯他有可能会藏住这个球，其实不用的哈，这是随机的。第一个数字是七，大家看一下七。好，我先把它固定在这里啊。第一个数字是七，好，大家看它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继续。好，打开盖子，把这里的球，把这球倒出来。好，装在我们的。透明到位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再继续换下一个数字。这里还是有十个球，然后呢，每个球都有零、二、好六、好三，这些数字都有。好，下面我把它倒进去。好，把盖子给盖住。好，倒完之后，好，下面开始摇动起来。这边出来一个球，再秒出来一个球。第二个球是多少？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第二个球是二。好，这边把这个球，好，把运定了进去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继续摇第三个球。好，首先看一下
一盘新的。好，一、八、四、九，一样，每个数字都有。好，首先我们把它装进去。然后盖上我们的盖子，然后开始摇动。穿一个球，好，穿一个球，好，这个球是，是四，四，现在把它勾一下，好，把球全部的倒出来。好，下面进行第四个球的摇，然后来盘新的，还是一样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有五，这里有二，二，这里有九，这里有零，一样，每个球都有。下面呢，我把它倒进去。好，那盖上盖子。出来一个，好，我们看是多少，好，是五，好，五，下面呢我把它按这里，来，好，下面进行下一轮的数字摇出来，来盘新的，首先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这里有三，好，三，还有零，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八，好，这里有六，好，六，好，每个数字都是随机的，好，都是。然后把它装进装进去，嗯，干干，行，好，好，出来一个球，出来一个球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是的，三，好，一个，三。把球倒出来，好，下面进行最后一盘的球摇出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有八、四、五、还有九，每个数字都有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装进去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然后下面开始摇动，盖上盖子。是多少？我们看一下，是一，一，好，六个数字都已经被摇出来了。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答案和上面是不是一样的？看一下，这里提前放了我们的一个预言，好，里面只有一个一卷，提前写好的，应该是一，哎呀，对。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，第一个数字是多少？第一个数字是七，第二个数字是多少？二，第三个数字是多少？四，第四个数字是多少？五，第五个数字是多少？三，第六个数字是多少？一，完全正确，一模一样。在此特别声明，此款道具为魔术专用产品，仅用于魔术表演娱乐使用，不得从事任何一些违法犯罪活动。